据媒体报道，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，第7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，在意大利威尼斯的里多岛开幕。是之玉和导演执导日法合作电影《真相》作为开幕片上映，这是日本导演作品第一次被选为开幕片，得到观众的喝彩。是之玉和的这部影片还入围了主竞赛单元，这是他继2017年的第三次杀人，时隔两年第三次参加主竞赛单元。